看看新闻网。香港 TVB 的电视剧呢，相信大家都看过不少，印象深刻的也有很多。有一个阶段不是说话都流行那个 TVB 体吗？是，就可见对大家生活的影响之深。最近又有部新剧叫做《Uncle 36小时2》。让大家追的也是心力交瘁。没错啊，前面还在追这个冲上云霄呢，现在有新的剧可以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仅啊关注电视剧的剧情的进展，很多粉丝啊还给剧集里面主人公乱点鸳鸯谱，来看一下这个准不准。那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帮宝宝盗墓小手，一年一次，见证着他的成长。在电视剧《Uncle 36小时2》中，杨怡和马国明饰演的鱼头夫妇大秀恩爱，甜蜜镜头令无数观众都感到幸福超载。深受剧情影响的观众们甚至还狠狠地嫌弃了杨怡现实生活中的正牌男友罗仲谦，硬是乱点鸳鸯谱，希望马国明和杨怡能延续剧中的感情在一起。所以当马国明和杨怡牵着手出现机场时，粉丝们都不淡定了。那期来到上海的时候，有粉丝拍到你跟马明出来的时候有牵手，是这样吗？哦，不是，因为太多人，马明只是礼貌上扶着我，拖着我而已。对，那个牵手，我担心太危险了。对，很危险，太多人了嘛。但是他们看到好激动了，是吗？马明不怕那个罗仲谦吃醋吗？不怕，我相信他会明白的。虽然嘴巴上说得坦荡荡，但是通过一部剧集的合作，两人的默契度可是直线上升。就连预测谁会成为今年 TVB 的视帝视后，都只认准对方。因为我觉得，这个要天时地利人和配合的，这个奖是我们的 bonus， 努力就可以了。平常心。那有没有自己心目中的视帝是师弟师弟坐在我旁边了。师弟，事后也猜在我旁边。事后我看中的时候，他在香港应该钟嘉欣。我今年我希望他有机会可以拿到嘛。娱乐新天地，小编也爱马国明报道。